Hello， 大家继续 Pokemon DN 嘅，咁要翻到冰之洞穴，咁就要过翻呢个洞穴。咁一嚟咧就有两个新组嘅训练师喺中间，喺洞穴嘅入口，出于真心为理想而冲。好 ，OK， 左右收，呢度梗系走啦。好，抗草果，呢度用头突打海牛，咦唔系，头突打灯笼，魔法叶片。Good， 好，海牛兽，哇，又海牛，灯笼鱼魔法叶片，抗草果，头突电击魔法叶片，几好，唔错，因为我嘅努力狂训练，而家终于得到成果啦，而家就系收成嘅时候啦，好 ，OK， 顺饲料，46呢，我哋嘅黐线。升到劲高，好、啊。這个理想好丰满，现实好骨感，呢个就是理想同现实，绝对令到系热力学最低温度，但只系理论值。咁难呢啲嘢，打美丽化，依咪打放放吧，火牙咬美丽化，偷得吸本小丑，唔系偷个吸本小丑嘢先，火牙咬啊！气息腰带太好了，头突打外河马，火牙咬吸本，哦，头突打河马，魔法叶片，好，舌头，头突打舌头，原始力量打呢张。哦，发财！搵呢只剑王先啦，催眠粉死得啦。好啊，黐线又瞓觉，最麻烦就系双打。老实讲，呢 game 呢个咪打得噶？我有冇系唔会俾人阻止大人嘅？问我喺度做咩？光明嘅使命。喂，我原来要打喎呢条，头突佢啦，蘑菇包子，醒啦喂，黐线嘅，低难瞓几耐啊要，吔屎啊臭菇，一日车你啊巨钳蟹，唉。咁冇咩好讲噶啦，对于呢只 game 都冇咩好讲噶啦，老实讲，有咩好讲啊？结冰拳，终结冰，好，正义嘅一方佢哋系冰拳，终结冰，暴风雪，终结冰，仲有啲咩会中啊？谂下先，瞓觉咯，瞓觉粉咯，蘑菇包呢、這个嘅包子咯，包子特性咯，最烦就系呢啲。同埋佢个特性，佢嗰个机、那个机率都唔知系咪真系调高咗。我一集里面起码见到两三次我结冰，系我结冰。好，打埋个大把仔先。哎，唔想带住道具入去添。美丽花，咬嘅，又催眠，黑人震。头突打大舌，头突打放放班房围攻打大舌头，都唔系扣好多嘅，火苗啦唯有用，乜重臂，头突呢只液态尾巴大舌头，好波。哇！又瞓觉，好乞人憎瞓觉。欺空，哇！喺呢度用魔法叶片剑王，好打 ，OK， 呢度用魔法叶片先啦，
之后呢度用嘅梗系用爆弹啦。OK， 应该赢到嘅，我谂。哎，搞掂，仲有一只呢只二打啦，好搞掂。打啲双打啲麻鬼烦，咦，系咪又要打双打同我个馆主？啱啊，俾我见识下馆主嘅实力啦。我以咧馆主嘅名义要求你即刻停止你嘅行为，你咁做严重阻碍咗训练师正常出行。你讲咩啊，阿伯？好想留命，我哋唔会走嘅。咁就唔好怪老夫唔客气，老夫都唔想使用暴力。哇，边个嚟啊？个落楼喺人哋嘅铺，喺你嘅地盘度嘈死啦，大人。头先边个话要用暴力啊？滥用暴力呢啲嘢，人哋唔中意噶。哦，你就系佢哋头目，睇嚟咧唔系一个通情达理嘅人、啊。喂，你个老头，你咪骨头太硬，可能好心意帮你打松一下。我系新组入面精英中嘅精英啊，落楼大人，唔系有道馆馆主头衔就可以顶得顺噶。好，做乜嘢啊？又，我老大寒冰石板已经揾到啊，已经通知咗首领啊，首领请你即刻翻去。哎呀，人家都未开始玩就要走，好可惜的。但是首领命令咧，就走啦，全员撤退。哦，冇得打，真系可惜。好，以和为贵咧，唔系咩事都解决到，要烟密室通过去就系啦。咁我翻去道馆啦，佢唔知道有咩作用，只系出嚟抱一抱头，佢就话：，哎，唔好怪我唔客气，跟住就走。头先呢度点过又？好烦呢啲要过呢啲，咁样啊，系啦。雪童子好像要学技，如果没记错，哇，又要打人這隻啦，是你说不用解释，就是你从你行为出来看你是最扮嘢的那个，一隻车死了，哇，搞错又中这些剑网，哇，好在剑网得快，要不然一定死了这里。泥浆爆弹，其实用咩技都死呢度，而且噶报复车死个大把仔，哇，哇好在啫，回回回，吸收强，光合作用先呢度，车死，哇冇技用添，哇佢又有光合作用。趁呢个时机杀咗佢先。Good， 有冇重新约啊？冇啊，好大镬！唉，真系冇，唯有避嗰啲训练师啊。系咪要推石啊？定系唔使咧？好似要啊，试下先。要啦，应该。如果唔系，应该入唔到去。系啦，要推石。我推石先。Hello 家，你边个好咧？俾求其捉只先咯，不如呢只应该得啩？毒粉，跟住回去先呢度。细雪 ，OK， 精灵球呢、這个搞掂啦，即刻能够记住，忍耐，好、哦，只要唔好俾嗰啲训练师睇到就得啦。哇哇，即刻撞嘢，呢个点样推出去啊？先，我睇到啦，睇到啦。好，呢度推过去先。诶、欸，点解唔推得啊？无法使用新的徽章喎。吓，咁呢度入唔入到去噶？哦，得啦，得啦，过到啦。哇，唔系啊嘛，冰冻偷袭二人组。喂，咁我又要打，我冇得一只虫噶。啊，唔系，我有小山猪。唉，早啲杀咗小山猪先啦，真系又要输啦呢度，乜都冇、啊。
毒粉吸收权冲浪魔法叶片毒突哇喺 ，OK 玩完了，好嚟啦，就咁啦，组合偷袭从未失败，呢镬就会令你失败嘅，索要打牛蛙棍，系咪？打呢只毒蛙先，之后剑网黑色泥。唔话知得佢，嘩大镬，咁我咪扣血，死仔爆啊！居然整啲咁嘅嘢俾我偷，牛蛙棍之后阵级变化 ，good， 之后用大菊花，帕拉斯魔法叶片阵级变化，定针，嘩死仔爆啊！一嘢炸死我。魔法叶片呢，又用火硬咬嘅，咦唔系喎，呢度应该用火苗打佢会好啲，我觉得，唉，黐线点打啊，好难打喎、啊，佢仲要落埋雨呢下先大镬、啊，仲要快过我咁多添，佢啲速度好似快过我咁、啊。好，再嚟。今次偷娃娃棍，之后呢度用剑网啦。黑色泥，唉，仲未甩走咩我？后突泥浆爆弹，吸收拳。打呢，唉，阵级变化冇谂，瞓觉咩 ？OK， 之后呢度用菊花魔法叶片，呢度用剑网，剑网开咗一次，咁用泥浆爆弹打水衣妹，暴风雪，哇，碎粉，好、啊。种子爆弹，唔系即系会死啦！用种子爆弹条友，种子爆弹物攻技嚟噶嘛？转只火先，原始力量呢度用咬佢，好，巨剑螳螂 good， 好在有只火啫，呢度用火牙火苗啦，问题，好波，终于赢到啦，好，俾电话我系嘛？好啊，打死你个打靶仔！我又有啦，我中意匿，我中意咧匿埋喺下一层咧等待，有冇人吓一跳？有冇吓一跳？应该系，哇瞓觉喎，死底包，你睇未吧？哇又冰拳，你试下结冰啊！即刻打爆个波我，嬲得滞真系，哇踢死咗自己喎佢，火爆喉，压招啦，火爆喉。哇，咁都见到我同伊车小姐一齐进行呢个严酷嘅修行，点可以输俾你？哇，大镬，走佬先。绿叶风暴毒粉，哇，冚都唔中。O K， 回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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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回唔切，火苗，大菊花点啊？烧啊！烧啊！黄岩斌，日招啊！岩斌，霸王花，烧啊！咁都唔死，好嘢你！冰晚吸收，就嚟攞我先，搵唔到食药先，我有冇药啦 ？Oh my god， 冇药喎！使用回沙血石，哇！一嘢吸死，唔系啊嘛，争最后一个就上到去噶啦。好打呢、這个，打呢个渣火，一嘢冚死嚟，冷冻冷冻，大菊花大菊花大菊花，霸王花大树果，话唔系啊嘛，好醒得好啊呢度，哇几惊又有人喺度，冇理啊走出去先，呢啲我过到 ，OK。仲冇人啊？
好啦嘛。喂，乜咁头咁头？喂，落楼大人、啊，哈哈，等到你啦，我就知道训练师肯定会走入嚟。果然咧，唔约下训练师咁快咧，我浑身唔舒服啊。干掉你之前，人家都系先报名，可以落楼，可以叫落楼大人。特点咧，无论系咩精灵都可以马上熟使用，当然包括啱啱捉嚟嘅精灵啦。我就用呢个寒冰隧道嘅精灵。哇，唔系啊嘛，冰队、啊，轻鬼户偷先啦、啊，就剑王先啦、啊。物功果，头锤打佢，液态尾巴打雪妖女。呢两只我记得系浮游嚟嘅，所以可以唔使用咩用咩呢个雪妖女烧嘅液态啊，唔系烧只冰鬼护液态尾巴打雪妖女啦。我液态尾巴唔中，死仔爆。哇，十万福德。烧死佢！喂，唔系啊嘛，点解可以两次都唔中噶？魔法叶片都唔好啦，原始力量打雪妖女咧。哇，有两个结冰喎、啊！大家睇唔睇到啊？我想知道有冇可能两个结冰？其实我真心想知佢系咪真系教过嚟嘅？我真系经过今集，我真系要去睇睇。黐线嘅真系。掉落嚟，低能啊！呢、這个 game 真系，哇，仲有多只添佢，黐线啊！真系呢只 game， 我真系不得不承认呢只 game 系黐线。我同大家讲，我都未见过可以咁多结冰嘅。老实讲，一集里面咧，起码有三次以上。上一集又系啦，上集打馆主更加唔使讲啦。嗰度唔有嘢执嘅咧，其实过去睇下都好，买啲药水先转头，连百分之一输嘅可能都冇，咁巴闭偷你嘢先，龙帽，哇，即刻收回档先，冻死你啦，阳光烈焰，撞死你阳光烈焰，樱花偷嘢，系咪我身上又有嘢啊？唔怪之得啦咁，哇，阳光烈焰，我真系冇晒药咩？系喎，真系冇晒药喎。麦功果，回下血先啦，不如喺度。既然系用啲稍微样衰少少嘅回血方法啦。好、啊。咦，喷雾系咪仲喺度啊？我系啦，喷雾喺度。呢度用嗅觉。我带佢。佢打一打我已经扣咗好多了、哦。有冇啲唔识打人噶？泥浆爆弹，咦呢个扣得少啊？哇，又结冰，又系10%又结冰，真系好犀利。好，俾大家见识一下一场可以结冰几多次。好，头先结冰咗大概六弯到啦，唔记得系咪四至五弯啦。好，不断回血。哦，回血回血回回血，好，好、oh, ，OK， 利用完佢啦，利用完佢我哋就继续啦，掉走翻我剩饭，开始打个麻烦友，啊，同埋将个黑老家换成专爱围巾先，如果唔系唔够佢个雪妖女快，佢雪妖女好快，点走啊呢、這个？睇先。咦，头先我点走啊？呢度咁啊？唔系喎，睇先点走啊？呢度哦，咁样最后一个都要打，好收档啦。小废话，佢系麦公果杀咗冰鬼狐先，呢度用剑网，好两个暴风雪麻鬼烦，呢度液态尾巴拉树妖女。哇！又结冰，真系黐线嘅呢个 game。暴雪王偷咗嘢先，液态尾巴。哇！飞冰啊，该死的飞冰，咬佢。之后呢度用液态尾巴啦，可唔可以中啊，大佬？肯中未啊？咬雪妖女液态尾巴打顺势了。
哇，低能嘅真系，啊用错重，唔紧要啦，呢度用力太微化，嚟张爆弹唔得，树都好似系浮游，都冇记错，啊用错，用错技就系咁嘅后果，哇！我点玩落去啊，大佬？又结冰，有冇可能啊？临尾埋门一脚咯，去到龙门口噶咯。今场又要结冰啊，睇嚟打冰鬼湖剑网，其实都唔使剑网啦，都唔系都剑网一下好啲。打死冰鬼，亦太美巴拉雪妖啦！好波啊，又结冰啦，换走先，换只小山猪出嚟顶。呢度用亦太美巴，哇系，你都几巴闭喎，用吸收。好 ，Hello 家，烧死个喇叭仔先。呢度用火围火苗啦，之后用。液态尾巴，等先，地面技，液态尾巴打顺势了，哇下马威嘅，该死的下马威，好，咩话？喂地震，终于有地震啦，好 ，good， 金波你仲唔死？点知打靶仔啊？我终于赢到啦！哎呀哎呀，几犀利喎！但系人家冇话只有得啲精灵啊！哇，做咩啊？即个二姐落楼！哎呀，小灵马系咪要睇人哋嘅弱童？停手啦！再做落去咧，越线首领就知道中意你搞事，先会派我嚟阻止你。哎呀，睇在你份上，咁咪唔玩咁癫啦！失礼啦，我同伴咧俾你添麻烦。不过有啲嘢同你讲，尽管身在拥有咧，创造一个任何精灵同人类都可以和平共处嘅崇高使命，但喺身遭壮大嘅过程中咧，加强咗好多强大而盲目嘅精灵，内部都系非常复杂，高层嘅势力咧瓜分超出预算啊！而且好多训练师咧已经忘记咗当初加入嘅初衷，所以为咗你嘅安全，请唔好接触佢，就好似疯狂嘅落流咁。我黐线。几时又有训练师同我打喺度结晒冰咁？唉，会唔会又打噶？好惊！唔好望我，千祈唔好望我。喂，我的，你要准备挑战道古，咁快啲揾队友啦！呢位训练师系你熟悉嘅人，系啊，几劲嘅训练师，唔好同我打。队友米伊小姐，初次见面叫我米伊 ，OK 嘅。我同米伊已经顺利攞到徽章，你喺道古立像前面可以见到我哋嘅名字。详细讲一讲咧，规则咧系搵到同样相，哇要打队友战，喂非常好啊，杀咗个队友，好，第一步要搵队友啊，一定可以搵到嘅，系就系咁，喂我谂咗啲好特别嘅，先话要高次，等先，唔好有人啊大佬，我换定重先呢度，好惊，换定菊花先，哇小瑶喺前面，哇呢、這个好似训练家嚟，唔好理佢，好。顺顺利利过关先，唔好讲笑。好 ，OK， 呢个咪打噶？我唔系打噶，唔需要理佢啦咁。马小瑶做咩先？诶、欸，你系训练师嘛？方言原文小瑶啊，仲未攞到城市已经攞咗。离场战斗将个技秘技俾你噶，会唔会死噶？储存先。睇佢只火字鸡，唔系佢嗰只烈焰鸡啊，唔记得叫咩名咧，好巴闭咁。怎样同佢打？冇得同佢打嘅呢个咧，正如我的心情一样啊！牙米女王蜂揾队友嘛，唔介意开同佢做队友。不了，睇嚟我多此一举。喂，仲有啲咩队友可以搞？喂，波道之使者、啊，喂，梗系拣啲波道之使者啦，系嘛？喂，波道之使者，你都系训练师亚元，你个名咧？哦，仲有挑战，于是我有队友。喂，仲有其仲有冇其他队友啊？黐线，我觉得而家我有得拣人啊！呢个咩噶？点解攞唔到嘅？所以要身后机会只有一次，回答妈好啊！最讨厌自己即嚟碰上咩状态？濒死，害怕咯，濒死咯系嘛？
最討厭精靈邊種狀態？凍結。精戰鬥中最著重係咩？特防、物防、防妖干預、出招先後、屬性相克。最著重係咩？防御干擾咯，應該係話防備干擾係嘛？出招先後都好緊要喎，喂，根本全部都重要嘅咧，玩我啊！屬性相克，出招先後，干擾咯。你嘅性格最切合咩嘢？紅色咯。邊種最最切合你自己？貪婪。咁精靈球話佢就係你啦。喂，咩事啊？喂？雪童子喎、啊，喂，攞走先呢只，呢只一定要攞，仲要咁嘅色喎、啊，好过瘾。应该唔会死啊嘛。哇，争啲打死佢，珍贵球先，耶、yeah ！哇，好得意喎只色，有冇黑黑龙同我电击小子交换？咦，唔系、啊，呢只 game 唔系话冇得交换精灵嘅咩？好，咁啊，今日嚟到呢度先，下集继续挑战道馆，系咁先，拜拜。